电视剧《拆案》是由杨东亮执导，董璇、谷嘉诚、苏小丁等领衔主演，张雨绮、乔振宇特别出演的民国悬疑推理剧。该剧根据风雨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上海法租界中央巡捕房探长顾远与法医车素薇联手破案的故事。该剧于2020年12月21日在爱奇艺播出。还是为了那件事？没错，在我看来没什么事比人命更重要。如果你执意要去，日后就不要再来了。可是在我的心中，有些事情比命重要。